我是田竹，木派戏法传承人。非常精彩。对戏法没有什么兴趣。当时我说想死。是一名网络主播，你支持他吗？我没有真正看到有什么好的东西。右脚粉碎了。疏忽他的一些个感受。你不觉得这是个问题？自己的世界，自己主宰。有请主角。我呢是田竹，我现在在辽宁卫视有请主角的节目现场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段古塔戏法《金玉满堂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希望我在哪边钓啊？我是鱼，钓鱼。哎，活的吗？活的，活的。我这里没鱼。摸一摸，不害怕。真的。真的。还有谁要？还有谁要？掌声热烈！我在哪儿钓？哇！两条。鱼老师上钩了。我上钩了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真棒，跟大家认识一下好吗？大家好，我叫田竹，今年26岁，目前呢是一名网络主播。网络主播是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嗨，然后打赏。对对对。我真的很吃惊啊！第一，你是个会变魔术的网络主播；第二，于老师对网络女主播那么熟悉。于老师肯定喜欢美女。但我现在还是在奇怪当中。你看他的戏法变得真的是惟妙惟肖，古色古香，别具一格。他怎么会去做网络主播呢？被逼无奈吧。被逼无奈？谁逼你啊？因为我的父亲是木派戏法第四代传承人，我父亲想让我传承，但是传承人这三个字，对于我来说担子有点重了。我还是有自己的梦想，想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养活我自己，所以做了主播。